咗個乜鬼，即係佢一百個毛咯，即係佢一百關於第一次大戰，不過應該唔完整嘅。佢最完整嘅係 3.3 啦，我依家都過嗰個 3.2 啊。呢個咧亦都係 B.F. 1914裏邊最後一個資料片嘅地方。之後玩咩咧？越南咯，啱啱 download 咗。我記得1107月30日嗰日，嗰陣我腸胃炎，食個碗粥，跟住喺屋企休息。夜晚出咗去濕上嗰度食，嗰陣都係忍住嘅。不過咧就唔好飲水，啲飲水又屙翻出嚟，所以就要飲嘅就一定飲補抗力。第二日冇事啊，食完碗唔係，第二日朝頭早起身冇事。1910年7月30日嘅，先講7月30日咧，夜晚咧有一堆人圍住呢個天水圍警署同埋葵芳喂葵涌警署啊，我個左鍵又壞咗啊！天水圍警署對開就射就放煙花，即係射中啲示威者，後屘走咗幾日之後喺流河山度拉咗佢。照咧，望到成啲上警署嗰個外牆咧，俾人塗花咗。乜鬼譚詠麟乜乜乜嗰啲咧，最屌好多成個外牆俾啲小一塗啊！2020年7月30日嘅呢日咧，呢段時間我已經翻咗去呢個屋企嗰度。即係簡單嚟講，朝頭早起身咧，執曬自己啲嘢啫，搬咗電腦啊，將嗰啲嘢搬翻屋企。12點幾就翻屋企，咁嗰陣都求其喺出邊買一包翻嚟食。我喺樂園村都住咗啱啱好2個月，跟住翻嚟。舊年冇嘢，先用咗
過咗琴日，叫上紅隊叫上 Sabrina， 甚至 Jason 咧，亦都輸咯。但係最尾邊個最尾邊隊輸？點解留意到好似勁多紅隊啲人喺度跑？雖然話領先咗十七分，藍隊不過有變數咯。可能紅隊又忽然之間反超前，又下個禮拜先知。一百人玩嘅政府咯，即係法國佬嗰班人玩。咁認真，佢哋都應該想玩一百人玩。六十四個認真冇 feel。因為咧，腸胃嗰陣咧，早餐就喺隔離嗰個賣點心嗰度買包食，晏晝再買粥。都好攰，即使我齋食包咧，去到晏晝咧，都係覺得好飽，頂住曬佢。呢個係腸胃炎嘅呢個症狀，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冇食嘢咧，就會覺得好飽。仲記嗰陣我四點幾瞓覺咧，到六點幾起身咧，其實基本上我都係好飽。明明咁冇食嘢，點解好飽咧？腸胃炎嘅症狀。
玩玩到一個一百咧，我陣間試下先。哦，得，我試下先。不對時啊！而心軍在山頂等緊盟軍攻擊，當戰士爆發嗰陣，佢哋以子彈炮火迎接雷襲嘅敵軍，好窄嘅山路令到盟軍有啲陷入咗樽頸。戰爭結束之後咧，道路上鋪滿被信念堅定嘅德國守軍屠殺嘅士兵屍體。之後先至玩啦，我玩完頭先。